人就是想要投入是直播主这个行业的。对啊，因为现在直播是新兴产业嘛，所以就是很多人都对这个产业很好奇，都会觉得说哇，一天就可以赚很多的钱，对，一场直播就可以赚。那是你呀、啊，都不是每个人都这样。我们的直播主可以哦，哇，真的，一场直播，你说受训完，对，受训完一场直播可能300万营业额是很容易的。天哪，你要讲真的哦，还有收学生吗？立刻留下来了。我会跟我们公司解约来这里。师傅只要站在旁边，就是营业的保证。哇，讲这样，一定后悔啊！因为喝醉的时候都乱讲话，我都会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啦，我不是最爱你的，我最爱的是哪一任？我就会开始这样。没哇，难怪他会反驳。这个太拼了吧？喝醉，那是真的。直播上直接喝，所以有直播上直接喝摩威啊，直接喝威士忌这样，其实很快。摩威摩威，阿杰的摩威。太老了吗？是太老了吗？我刚刚已经有喝过一杯。太老